第一个是内功，内就是内身，身体是什么？为什么说内功呢？身体有36种不净充满，这叫做观身不净。你能把身见放下了，九孔长流，镜像不可得了，这叫内孔啊。这36种，毛，我们的汗毛，发是头发。爪、手爪、脚爪，牙齿，齿，齿是眼屎，齿，这念齿，眼屎，泪，唾液，屎尿。狗、汗、皮、肤、血肉、筋脉、骨髓、房、脂、这房是脂肪、睾、脑、末、肝、胆、肠胃、脾、肾、心、肺、肾脏、腧脏、赤泪、白痰。这是36种，底下九孔，两眼、两耳，这四个，两鼻六个，口，大小便，九孔长流36种不净充满。佛教学很会说，哪一样是干净的？你还觉得它很可爱啊？人真正常常做如是观呢，给诸位说，情执就断掉了。有什么可爱？人生是什么？36物，九孔长流。我们才能把身体放下。然后利用这个假身体修真东西，以假修真。这是假象，假象里头有真性，36物，每一物里头都有真性。性是真的，相是假的。事是虚幻的，理是真的。我们对于假的东西要舍掉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真的东西要掌握住，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如果说是我们没有把握能做到，那就想到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不是小事怎样帮助我们出离轮回呢？那就是念佛。念佛明白这些事情，
有帮助，帮助我们提升品位。因为念佛的条件就是两个，真心真愿。欧耶大师说得好，真心切愿，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取得了。啊，念佛功夫的前身，这是往生品位的高下。啊，所以这些理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的情执就很淡。啊，特别是贪念，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，立刻能做如是观。啊，这个总题目是观身不净。啊，细分36种。这内观啊，摆在第一位，先破自己的身见。